5月6日，金星低调现身机场。久未露面的金星，这次机场身穿一身经典的黑色裙装，非常的优雅低调。对比以往复古女人味的穿搭风格不同，这次的造型看起来有点休闲。原来这次竟然穿了一双运动鞋，对比高跟鞋来说，运动鞋更显减龄也更舒适。穿上运动鞋，整体风格都有所不同了。黑色撑起脚环的长裙，露出脚环，脚踩运动鞋，显得特别的休闲大气。宽松的裙装也是金星平时私服穿搭的主要时尚单品之一，还是比较适合金星身材。上面搭配了一件短款的外套，黑色五分袖短外套。细腻的白色镶边设计，显得时髦精致又有质感，与没有腰线的长裙搭配一起，轻松穿出身材比例。可以看出，这件外套是比较宽松的短款，还是比较显瘦的。袖子又是比较修身的款式，很显瘦。一款小巧的编织手拎包，包包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。手里还拿着一款印花丝巾，这样优雅的单品一直都是她很喜爱的单品。优雅的印花和配色非常的有质感，也很有女人味。这次金星还沾了一个优雅的发簪，看起来利落有精神。戴个黑框眼镜，看起来更显得优雅文艺范儿。看金星的走路姿势，也是走路带风，非常霸气的类型，看起来特别的积极有活力的感觉。快52岁的人了，竟然越穿越时髦了。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，喜欢就加个关注啊，小编每天都更新哦。